虽然这个一方语音被各种抄袭，而且我也答应过说，如果 AI 会出二转或是新的二转之后，我要更新。虽然我现在退 AI 了，不过说到的事情会做到。等 AI 出在台版之后，我想我还是会试出这个一方的语音，毕竟我好像没有试出过嘛。不过也由于我退 AI 了，我做好档案只能给朋友测试，所以语音的品质我无法保证。不过敬请期待吧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个试出的语音了。